现在教大家怎么拆外壳跟刀痕。胶纸机下面这里有个把手，把它往前面移，然后的话刀口往上面提起，这样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外壳的话呢，这个边缘往外面移开之后，往上面推，它是靠两个卡扣卡在这两个位置的。调节光感的话，就是这个旋钮，顺时针调大，逆时针调小，然后装回去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。装回去的时候要注意，外壳的那个槽要对准这个底部的这两个槽，然后卡回去，趴下去就可以了。刀合的话，两个脚先卡回去，然后往下面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